英国系现任七国集团嘅主席国，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以及加拿大嘅外长都出席咗周末举行嘅会议。呢一次会议嘅主要议程包括俄罗斯军队喺乌克兰边境集结、对抗中共嘅扩张以及限制伊朗嘅核野心等。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喺会议前一日表示。 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英國本來計劃將議程重點放喺討論印太地區嘅局勢以及中共擴張帶嚟嘅威脅，但由於俄羅斯近期喺烏克蘭邊境大規模集結部隊，以致不得不調整議程。特拉斯仲強調。 欧洲保持能源独立嘅重要性，尤其唔能够依赖俄罗斯嘅天然气供应。英国指嘅系连接俄罗斯与德国嘅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And it's about reducing dependence on energy, on technology, and reducing economic dependence on these types of 呢一次會議仲邀請咗歐盟、澳洲、韓國同埋印度嘅部長，以及東南亞國家聯盟嘅代表參加部分議程。